嗨，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长大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你变高了，你已经比我高了。我来看看大家。还有买饮料，蛮好。是啊，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。我看上的人都是质量是善良的，曾经做错事没关系，谁不会？就是我每当我在住这边的时候，我都会拿一条薄的棉被挂在那个窗户上，然后全关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有一个人在这边看。小安回来了，蕾拉深情拥抱有洋葱，板谷地下室闹鬼传说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一个是什么？有摄影机在拍，就不见了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来坐坐，我来看看大家。还有买饮料，蛮好的。你被退学是不是？嘴巴还是一样欠揍，熟悉的吗？对，熟悉，蛮熟悉的。长高哎，对啊。现在几公分？哎，我不知道哎。你有应该有170个。是吗？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。现在有变比较乖吗？现在跳舞啊。你们可以示范。他会鞍马。啊，不要作奸犯科就好了啦，只要路大概不要太偏，路大概不要太偏，就是类似说不要去铁轨上拍照啊，哦，这种。学校生活好玩吗？对啊，你现在是念育达，对啊，每天在杂耍。那你有没有做坏事？我怕你在里面中出现，会不会同学就突然爆料，就是他乱把妹什么？不会啊，怎么会？那有在用正版 Premiere 剪片吗？要提倡正版，我们公司也是用正版的啦。小时候我也不知道嘛，但一定难免有时候会不小心犯错啊，就面对就好。那个时候你离开两年前吗？他上次在这边最后跟我拍片，就是他离开前物是人非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套反骨这两个名字，说不定你会过得更好。但我现在发现，我现在做一些事情会把它记录下来，变成一个 lifestyle 记录。就是我会觉得试着把标签拔掉嘛，让大家对你有一个新的印象，像是你现在就是逐梦者的 B boy， 嗯，我觉得很棒啊。对啊，之后出事就会打逐梦者的少年，不是反骨少年。对，你讲对了，不要再挂我名字，连我自己都很容易搞事情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我看上的人都是质量是善良的，曾经做错事没关系啦。看那个凤梨年轻也不小心做错过事情，谁不会？对啊，很正常。那、怎么样？你现在一周练几次舞？现在暑假，能天天练就天天练啊。我想说也找你一起去练。对啊，想练跑，我觉得动一动会比较好。像是我以前每一次人生比较低潮、心情差的时候，就会去跳舞，然后就炸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让自己一直摔倒，然后你会稍微住院，忘记一些比较不开心的事。所以除了鞍马还有练什么？风车。大家看一下烧的成果影片，我觉得在那边到 IG 都看得到。因为我们平常也会健身，我也有在健身，真的。他这边有变硬的，他肌肉是有变大的，我是有背肌的，你摸一下旁边的，干你有变壮哎，是真的。不错啦，我觉得你只要没有变流氓，我就已经很开心。哦，没有，但我会去吃流氓热炒，是不是？上礼拜终于敢讲话一点。你知道他小时候超好笑的啦，进入青少年阶段就会变成很害羞，不敢讲，一定要到现在有点大人表现出来的态度，大家才会觉得现在词比较多了。就是我发现我跟这么多小朋友相处，就是我小时候也有经历那一段叫做叛逆期，长辈讲的话不一定想听，但是我们自己体会不到那时候那个叛逆是什么感觉。对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是很正常的，像我们的啄木鸟也在这个阶段。对。他现在开始了吗？对，开始了。哦，开始了。你可能要以学长前辈的身份，你可能要去给他人生指导一下。你现在是育达的什么？综艺组，就是要学杂耍。育达要小心欸，育达的男生是不是很容易让女生怀孕？那其实是谣言，那其实是谣言。而且现在是育达，建中拼升学率，你们拼生育率。好不好？就是善良开心就好。但资源都很棒啊。对啊，你看上课一直在那边跳舞，啊，现在原子少年呢，对啊，是不是就差你参战了？都是身边朋友啦。啊，都是，那你都认识啊？有认识几个，大概四五个。哎呦，懒得跟你讲，懒得跟你讲，别装模又怎样？不错啊，怎么样？以后还有想当网红吗？你觉得？还是会想要继续走这个。对，但现在毕竟现在学表演，现在其实就是一定要经营 啊，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还是有小时候以前的事就过去就过去了。嗯，对。
偶尔来看看大家，我觉得都很棒，都还是一家人。好怀念啊！你要去看一下我那时候拍片骂你的镜子，怀念一下那个镜子。那面墙壁已经不见了。我知道啊，以前跟我住的人也，我也换女朋友了。错吧？怀念一下。跟各位说，两年前的昨天，我在这边，他把那个离子夹用完放在这，然后我翘脚躺倒。那时候 Yumi 还在那边拍我吗？是哦。对。救命！好痛。是藏老板的，都是回忆啊，对，回忆。错啊，上次我们在这边一起研发那个流氓热炒的那个虾仁蛋，然后加那个酱油啊。哦，好像有哎，太咸了还是什么？对对对，然后还有去钓虾场钓虾。那你现在都给谁剪头发？给朋友啊。你要去六千三了吗？不要。那、啊、你会哭吗？你爱哭吗？我不会哭啊。啊，他讲不是、啊，他就是超胆小，不敢做游乐设施啊。不是 啊剪坏就剪坏啊！啊，我剪坏，你都直接全部剃掉。现在不会哭吗？我不会啊，长大了。但游乐设施还是不敢啊。训。其实我们从很小认识的。其实我们认识现在很久了，五年起跳。你那时候第一支片给我们拍什么？那个中游饶舌。饶舌时间了。接受你六九大魔王，五二九。伴随大家青春的回忆，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了。我们在创造回忆，跟大家一起创造回忆。对，我们不错了。假设以后想再当网红，就自己加油。OK， 啊，不要跟我有瓜葛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怕我害怕。哦，不会不会，你要靠自己。他等可能会比我还好。好事就讲到反骨，坏事就说直播。对，好事就说你是反骨。哇。这个当初花了一万二买，哦，干好久嘞，我完全忘记了，是我跟你一起拼的。没有，你没有拼，我拼了一个礼拜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旧频道。不错不错，所以这里还是有你的意志在，对不对？还是有，还是有。反正以前我教过你剪片呢，对啊，你就自己弄了。想看他拍片，在下面留言，让他知道一下，支持他，好不好？赞，国家未来重点，赞赞，喝了，好久不见，东东，没错，你好久不见 ，OK 了，下午不会变化。来哦，我要讲喽。来，我想起一个东西，就是我每当我在住这边的时候，我都会拿一条薄的棉被挂在那个窗户上。为什么要挂在这边？来喽，我要讲喽。我不知道说是真的怪吗，还是我心理作用？我在睡的时候，因为我会把这边灯关掉嘛，然后全关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有一个人在这边看。对。因为那时候晚上的时候你会听到砰，就是东西撞到声音，砰砰，就是那种有人走路撞到东西那种，有点类似这种声音，就是我觉得这边最恐怖的。了解了解，蛮怀念了。那你觉得以前的酷炫跟现在的酷炫有没有变？是不是？对啊对啊对啊。我觉得它变更好了，财力更丰富了，感觉就是整个大家一起成长嘛。哦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而且感觉出来他很累，没什么睡觉。从我在的时候他就是这样，然后我都会努力的想要把他拖出门玩，因为他每次你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是在剪片的，他不会像孙生他们还有时间出去逛逛，只有拍片的时候他才会稍微放松一点的玩，但是他压力也在他身上，因为他必须把这个片完成，他不像其他人可以在旁边睡觉，毕竟是老板，吃东西，他压力是很大，各位厂商们要给他很多压力，因为他有压力，大家都会有压力。好，我还记得这边灯都会这样，听到这声音就知道酷炫来了，因为他下来他习惯，他就会这样拨一下。假设是关着，他下来就会把它打开；假设是开着，他下来就会把它关掉。反正这个声音一听就基本上知道是他。听到这声音，我就会从里面走出来，我就会说怎么了，然后他可能就会说走啊，吃宵夜之类的。哦。像我觉得跟他最快乐的时光是一起出门吃饭的时候，对，他之前半夜带我去吃流氓热炒，真怀念。是啊，都说你有在练跳舞，我想看一下现场的，可不可以？这边空间可以吗？小小一段，好。哇，脸不红气不喘的，很棒棒 ，respect。嗨。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长大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你变高了，你已经比我高了。你现在几岁？我现在17啊。
哇，而且声音有变得比较像男人了。有吗？有吗？就有这样有吗？然后你开始青春期了。对啊。哎，你怎么今天有空回来？哦，今天回来看看大家。哦，不是回来看看我，也顺便看看你啊。对啊。好。OK。四十岁。四十岁。四十岁。上次见到雷拉的时候，他还没结婚。Oh. 现在见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人妻了。他是不是变黑了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变漂亮？有啊。哪里变漂亮？眉毛变漂亮。好。废。直男。没有，他一直都是很漂亮。DJ 抓了 B。好吗？好了。没有，你刚刚自己问问题。好，明天练舞去 ，Go。好。啊，练完舞了，这就是我们平时我跟酷炫私下的约会，男生跟男生之间的约会。你们上次约会什么时候？上次约会很久哎，好像是四五个月前吧。那时候因为他太忙，他真的太忙。大家如果有看到他或者是他身边的人，还有帮我个忙，就是不要让他一直工作，偶尔要让他休息一下，就是出去外面放放松，做他自己想做的事，就算是花钱逛街也好，至少他不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。小文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没错没错，没有我从。以前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，只是我发现我好像能力不够。我们少安也是见证酷炫长大的人。对，真的，像我终于看到，很难看到他，就是真的是开心的笑。就他丢过去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反应很大。他抛过去那一瞬间，哇哇，你很会教哎，终于有情绪了。拜托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要的。好啦，那今天一天就回来看看大家，也差不多到这。好啦，影片结束，我要帮他收尾。喜欢影片按赞订阅，抢先看，追踪我 IG。喜欢跳舞的也可以来逐梦者跳舞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我是美术费芊芊，我是 PR 哥，我是志奇，我是徐波，我是吴志，有 Walkie Boys， 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十四天抢先看，恰恰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 ，Look at me， Look at me， 都烂人嘛，他们